牛蛋子，你是不是不想老爷把你送人？你不希望是不是？啊，你喜欢在这个，你喜欢在这大家庭里头是不是？听懂了，牛蛋子真高兴，他不是高兴家伙，他怕我把他送走。牛，我跟你说，狗真不嫌家贫，老铁们，狗不嫌家贫，知道吧？你，我跟你说，你家吃的再难吃，你哪怕顿顿喂不饱他，他也是喜欢，他只是眼里只有你自己，你信不信？但猫就不行，猫就不行，啊。牛蛋子可不是高兴啊，家人们啊！要高兴的话，早就找他，你找他吧，找他，你叫你看他高不高兴？你摸，你叫他，你刷他名吗？而不嫌母丑。小燕有新客服相信了。狗忠诚，狗是忠臣。你问你是忠臣吗？明花，你是忠。你说不管什么狗哈，家人们，你别管这金毛、拉布拉多、哈士奇，你别管那中华田园犬，干啥呢？玩人体蜈蚣呢？啊，玩啥呢？你们三个呀？啊哈哈，这么感觉跟玩那个人体蜈蚣？你看过那电影吗？啊，一个接一个的。施工队吗？啊，施工队。你别打你儿媳妇，你再一顿锤吧，你看一顿锤吧，你那 seven 这行不行了 ？seven 要嫁给你那儿子，嫁给你儿子，这干啥呀？这是啊，整的。你放回去吧，放回去吧。我现在要走了，他能跟我走吗？他肯定会跟你走，跟腐妞一样。腐妞跟不跟你走？腐妞跟我走，但是他回头找你。啊，老四的爱妃，哎，咱家腐妞多个新名，他叫什么？咖啡。腐妞叫什么？胖妃。胖妃。嗯，你叫胖飞来，你叫他。胖飞。嗯，你胖。你叫胖飞。喊胖飞的抬头。你叫胖飞，胖飞，你胖。胖飞。胖飞，胖飞，胖福妞儿。他知道他叫福妞，他就不知道叫胖飞。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叫胖飞。咖啡。啊。咖啡。咖啡。他也不知道他叫咖啡。你这石榴。石榴。瞅你呢。咖啡，来坐，来往这来，上啊，上石榴上，胖飞，石榴上石榴上，你憋的，我没揍你了啊！要给你接吻，让明儿给你接吻。你娘俩真粘人。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想买东北粘玉米的家人们。咱拍那东北粘玉米吃啊，家人们，粘玉米又甜又粘又糯啊，家人们，粘玉米好吃啊，喜欢吃粘苞米的粘玉米，咱正儿八经的东北粘玉米，东北产的，家人们，不是外地产的啊，家人们，咱们东北的土特产，黑龙江省牡丹江是土特产，家人们，想买粘玉米的可以拍单啊，玉米嘎好吃啊，咱家玉米求求好评，老铁们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子啊。有没有 Type-C 充电器？ Type-C 充电器，我哪有 Type-C 充电器啊？我充电器没了，可是事没有 Type-C， 我一会儿给你找吧。啊，你咱俩一会儿玩会儿游戏，带狗蛋玩会儿游戏，玩高兴了我给你找，行不行？那玩不高兴的。玩不高兴，他肯定基本上找不了了。你得陪俺家狗蛋玩高兴的。你陪迷糊，你陪迷糊睡一觉。不对。你陪迷糊，你亲亲你好贴那脸迷糊脸，你贴迷糊脸，你给迷糊陪高兴的。给明儿陪高兴的，贴俩，哎呀，哎，明儿大的高兴了这回，啊，你贴腐妞俩，啊，你还有大米没有了，家人们，大米没有了。你说海燕吃醉，你这舌头总斜着使嘞。小舅子没给开支，我说了给小舅子买身衣服，知道吗？来，腐妞来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，你看看又不要了，你看你怎么又一会儿要一会儿不要的呢？我不要，为啥呀？我让你衣服够，一大箱子衣服，哎，操！要小猫，这小猫以后你全权负责了吧？啊？全权负责了吧？小猫，全权负责了。嗯，你不真诚，你还问直播间，嗯，今儿还挺帅的。老师鼻子好了吗？老师鼻子没啥事，就是划伤了，没事儿，划伤了，
不是脑袋就是咬了一下子，但是没咬住，划伤了一下子啊，家人们。昨天呀、啊。帮我迷糊吧，昨天对，昨天。你儿子多大了？你儿子多大？哪儿子呀？哪儿子呀？哪儿子呀？我配吗？我配我儿子吗？是不是哪儿子呀？回到玩抢零食的啊，家人们，小舅子没见过狗子玩狗蛋玩零食的游戏啊，来拿手机来，我拿零食去。俩人一组啊。啊。没有剪纸棒怎么卖的呀？啊，六个呀。啊，拍一发六。啊，是不是迷味？拍一发六个呀。你看这些小狗护食不？不护食啊，家人们，他们一点不护食啊！他们不护食，家人们。来，明白。咱狗从来不护食啊，家人们啊。狗蛋子比较听话，家人们。啊，再一个不像别人家狗护食，啊，再不护食，你看他护食吗？你看，他护食他就咬你了，家人，他护食他就咬你了，他不护食他不咬你，知道吗？他不能，他不能咬你。老四，买了小牛的戒指棒，小牛可喜欢吃了，拍一发六根啊，老铁们，这戒指棒啊，想卖的话你可以拍的啊，狗子嘎嘎喜欢吃，老铁们。狗蛋的嘎嘎喜欢吃，放心拍就完了，家人们啊！今天拍他们，明天就能发货啊！大米有吗？大米现在没有货，家人们，大米现在断货了。因为咋的，家人们？啊，一个是断货了，再一个今年大米比较紧缺，兄弟们，今年宁安那边发大水，冲垮了不少那个稻田地。冲垮了不少稻田地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现在大米比较紧张。这帮人吧，我跟这帮人都留上大米嘛，都留上大米，等到他们秋天时候再卖，知道吧？所以大米断货了。我是这么分析的，家人们啊，因为咋事，家人们？因为他们那大今年大米收成不好，他们又把那大米留着什么时候卖，家人们？留着秋天时候卖，知道吧？当我们新米卖，知道吧？今天收成不好，今天发大水，我是这么分析的，那咱不知道啊。狗粮降价了，狗粮是190米啊，昨天就是190米，姐，昨天190米一袋，第12链接。这是我寻思整点大米呢，没有，家们没有货，现在到我们人家没有货，人就说没有了，啊。今天178，不可能，178应该有券吧，姐？你是不是有券啊？你应该有券，姐。就是你不管你可能花178，剩下的10多块钱是平台给的，啊，剩下的10多块钱是平台给的，这么明白？啊，三月起岁了，马上起岁了，家人们，三月马上起岁。咋呢？给粉条好吃的呢。笼子里掉的不是狗粮，里米笼子里掉的是小牛蛋子抢的他妈苞米，抢的苞米粒子。小牛喜欢吃苞米。